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对局当中啊，肯定就是说每盘棋啊都会出现呢这个破控啊，去破对方控的这个情况啊，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这个自孤的情况。那么呢对于这个破控啊，在棋盘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那么呢从本期开始，我们呢就给先讲一下呢这个关于破控的这方面的这个常识啊。我们呢通过一些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棋形来了解一下啊破控的一些手段和这个手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盘。星位小飞啊，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手控的这个方法啊。那么呢以后接下来啊白棋要守的话呢这个小尖可以说呢是一部必然的招法啊，必然的招法。那么对于这样的形状啊，大家在实战中呢也许呢会经常见到啊，也许会经常见到。那么虽然这个角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是守的呢比较结实了，不过呢黑棋对于这样的白棋这样的手角啊，其实呢也有呢这个破控的方法啊，破控的方法。那么首先啊大家也许就是说知道的，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呢点三三啊，点这个。谈到这个破控啊，有时候呢大家呢也需要就是说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头脑呢一定呢要思路啊要灵活一点，并不是说啊我这个纸点进去了准备破控了啊就一定要把它活出来，这个呢是随时啊可弃可取的，就不是说不一定就是说非要把它活回来。那么黑棋点后，白棋呢最普通的应法当然就是挡住啊，挡住。大家兄弟这里好像还难道还有棋吗啊，其实呢这个地方可做的文章啊还是很多啊，很多。黑棋接下来呢有两种下法啊，有两种下法。一种呢就是拖，拖一个呢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啊这个下法啊，灵活的下法就是说呢来看一下这个白棋的这个态度啊，白棋态度。当然这个点呢也是我们补充一点，就是说呢你往往啊根据这边指力啊也会有一些关系啊，比如说黑棋在点之前啊，这个比如说我就普通的啊，比如说我们先猜一个是吧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当然这个方向啊也有可能呢是对方的啊，这个要根据这个实战的情况，我们呢先不管它啊，先就是说看看局部的这个招法。那么拖这个呢是看看白棋的这个态度啊，白棋态度。白棋如果说啊是想选择稳健的下法的话呢，那么呢就是从里面搬，里面搬，这个是白棋呢手控的这个招法。那么呢黑棋当然是呢就退一个啊，退一个。由于角上啊还有这个加的手段啊，加的手段，甚至于根据情况还有断的可能性，那么呢白棋呢大概呢还要补一手啊，就加住或者呢粘上啊，这个看情况了。那么这样呢黑棋再拆出去一类的啊。那么黑棋啊通过这个点角白棋挡住啊，这样呢能够拖呢可以说呢是最大限度的压缩了白棋这个角上的实地啊，角上的实地。
就是说呢，黑棋应该来说还是非常可以满意的啊，满意的。因为简单来说就是说，哪怕你以后拆一个啊，不管拆在哪，以后你点的话啊，那白棋至少也会呢挡住，是吧？也会挡住啊，这样呢等于呢他往回呢缩回去了，你这个走了一个呢，他又往回缩了一个啊，比如说是大概是这样，又往回缩了一个啊，这个呢黑棋呢可以说呢还是可以满意的啊，可以。那么这个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经常说的啊，黑棋就是说稍微呢便宜了一些，便宜了一些。好，那么大家就问，那你拖的时候，那么如果白棋搬来反击怎么办啊？那么这个搬呢当然也是有的啊，不过黑棋呢这个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就是说呢黑棋退，对，这样呢由于等于这个地方、爬到了一下啊，这个脚上白棋要杀黑棋啊，这个难度呢就变得很大啊，就变得很大了。首先啊，这个白棋呢是不能搬，不能搬，如果搬的话，那么这个黑棋啊就是说是比较容易了，那么黑棋就先断一下啊，这个不管你打还是退啊，那么黑棋只要获这样呢可以获得这个打吃的先手啊，打吃的先手，那么就很轻松的呢在脚上呢活了一块啊，这样很轻松就在脚上活了一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黑棋呢可以满意的啊，这样结果当然是黑棋可以满意的。那么白棋啊就是说这个搬啊就是让黑棋啊活得太轻松，这个一般来说呢是白棋啊不太好的啊，白棋这个不好。那么白棋搬了以后啊，要想杀黑棋的话就这样啊，这个搬了退了，白棋要想杀黑棋呢局部的好手呢是单立啊，单立，这样在局部而言呢黑棋呢是没有活的啊，没有活的。不过呢这个黑棋啊由于这个脚上这个眼位比较大啊，气也比较长，这个白棋要杀黑棋啊难度其实还是很大的，就是说黑棋当然是挡住，对吧？那么白棋最标准的杀法啊是缩小黑方眼位，然后啊这个是就杀棋来说啊是最标准的杀法，缩小眼位以后再一点啊，这样呢黑棋局部呢是进死啊，黑棋局部是进死。不过呢白棋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啊，显而易见的就是黑棋明显呢外面有个夹啊，白棋只有张，黑棋提。那么走成这样的话啊，从这样的话呢外面不要说黑棋有子了啊，如果就是黑棋当初拆过一个那么立马呢就连通了，双方都没子的情况下呢虽然看上去黑棋是在一路度过，在爬二路做活，但是如果真的啊这个被黑棋活了的话呢，这个活的就实在太大了啊，刚才是活在脚里啊，现在脚里已经吃了一个子，哎，不少木，活到外面去的话呢这个白棋呢肯定呢是不行的啊，白棋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白棋如果是要想这种强杀的话啊，还得
考虑呢，在外面啊有个子啊，就是说在有个子的情况下啊，才能考虑呢，或者这一类的这个杀气的这个招法，杀气的招法。不过呢，这种情况呢，要根据实战来看啊，实战来看啊，即使啊，这个外面呢，有时候有子啊，有子，就是说白棋，比如说，甚至于有子来说，黑棋啊，比如说打个比方，黑棋这里是拆过的，白棋拆过的啊，这样的话，即使这样啊，有子的情况下，黑棋的这个手段也是可行的啊。那么你走这个的时候呢，黑棋我当然就不会退了啊，因为现在加过去呢没有用，它这里有个子，那么黑棋呢这样依然呢有这个借用的方法，比如说就是说断啊。黑棋总之来说在角上呢，寻找一些借用啊，白棋如果吃，那么哎，那就获得了这个吃的便宜啊，以后呢就是说呢，哎，可以粘，甚至于呢，可以爬等等啊。那么你如果不让我便宜呢，就是说呢吃的话，哎，那我这样多出一个打吃的先手的话呢，再一扳啊，然后呢再一虎，这样呢脚上呢，会形成一个呢打结啊，打结。这个子呢，由于啊你也比较近啊，这样拔掉呢，也价值呢也不是想象那么大啊。当然，如果是白棋这个拆的比较远，那么黑棋啊不要选择这样的下法啊，不要选择这样的下法。那么所以说呢，总之而言啊，这个就是说，黑棋点完白棋挡这边以后啊，在这个子力比较远的情况下呢，黑棋拖啊，这个呢是一个常用的啊，也可以说是破空的一个方法啊。这样的话呢，白棋呢的脚呢就会被黑棋呢，这个是尽量啊做到最大限度的呢压缩啊，压缩。当然黑棋除了拖以外啊，黑棋啊还有一个比较这个严厉的招法，就是小尖，这个更狠啊，就是说他要求啊，就是说呢直接做活啊，要求直接做活。那么这样的情况呢，白棋呢其实也不是呢那么好应对啊，不是那么好的。也是挺厉害的啊，也是挺厉害的。当然情况多一点的情况下呢，是大概这一代呢，黑棋有个子做接应，当然没有子接应呢也行，不过呢需要注意就是说，这边不能是白棋的子啊，这边不能是白棋的子，白棋的子的话呢你去小接呢就不好了，因为这一代不管是什么地方有颗白子的话呢，你再去小接呢，白棋这样呢立呢就很简单的把你杀掉，因为立完以后你再爬啊，这个就还原到我们刚才的那个样子啊，是吧？你再一打又还原到刚才那个变化。所以说只要是这边有子，或者即使是这边没子，但也不能是让对方有子啊，那么这个小尖呢也还是挺凶的，就是说最狠的破空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白棋如果从这边硬啊，那么就还原成刚才那样了，那么我还是爬一下，是吧？你搬这个我们走完以后还是有加，是不是？你要是再退让呢，这个眼位这个一挡呢就活了。你搬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如果搬的话呢，那么我就爬，是吧？你搬呢我就一断啊，又活了。那么白棋来说呢就只有呢挡住。那么这时候呢黑棋再搬啊，再搬，白棋虎住，黑棋呢就一虎形成了一个打结啊，形成了一个打结。
不要小看这个节啊，比如说白棋叫吃，黑棋做节啊。很多啊，这个爱好者啊，这个就说，哎，觉得打劫是不是关系到这个黑棋的这个死活啊？那肯定是黑棋重，白棋轻啊。这个白棋有时候想都不想就打上去了。但是呢，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啊。虽然关系到的是黑棋的死活，但是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劫啊，严格的来说，甚至于来说呢，应该是白棋重，黑棋轻啊。那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打赢了啊，你看看大家一看，哎呀，打赢了不是这个，哎，这块叫黑角就死了吗？啊，那你打赢了，似乎呢，对我啊没什么影响，是吧？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是呢，其实不然啊。事情啊，你要回到当初来看，因为我们把这些棋子一拿掉，当初这个角啊，本来呢就是白棋的角啊，白棋呢还有呢三个啊这个子是吧？还有三个子的话，那么这个地方，黑棋呢来破你的空啊，这个白棋啊，就是说黑棋这个只是在你白棋的角里面啊，在这个折腾啊，而呢这个地方白棋打赢了，也只不过是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角啊变得这个厚实了一些啊，好看，所得呢并不是很多。但黑棋如果打赢了的话啊，这个呢啊不但破了白棋脚上的木啊，黑棋自己还有不少木，以后呢再一打上来啊，如果打个比方这里还有个黑子的话，整块白棋啊还得小心自己的这个厚薄问题啊，死活问题。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劫啊是黑棋的负担呢是比较轻啊，本来就是白棋的角啊。所以呢走成这样，经常有时候在实战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暂时告一段。当然白棋打上去的话呢一定要看看这个全局的这个劫财的问题啊，一定要看看这个全局的这个劫财问题啊，劫财问题。这个呢是一个这个部分啊。在这里呢白棋啊如果说不想跟对方呢打劫，或者说打劫这个全局劫财也不利的话呢白棋呢当然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说呢点这个啊，点这个。这个呢是可以呢考虑的啊，可能。黑棋张现在呢跟这边的形状呢稍微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关系啊，关系。就看这边呢有没有这个子弟的问题啊，有没有子弟问题。如果说纯粹的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么白棋有可能呢会来挤住啊，这个杀这个黑棋啊，杀这个黑棋。当然这个呢急算啊，打比方急算是黑棋一个子都没有，当然一般来说黑棋如果这有一个子的话啊，拆过来了以后啊，或者这边有个接应的话呢那么呢黑棋不用怕啊，黑棋就呢就是说哪怕远一点，黑棋就藏一个或者拖一个啊，对，这样你要杀我必须挡住吧，那么我呢就再冲断啊，这样啊可以通过呢弃子来外面呢获得便宜，这个黑棋呢并不亏啊。我们就说了，就是一定思路要灵活一点啊，不要说我非要把它活出来啊，因为本来就你的脚嘛，我通过弃子你多吃了全棋掉，我也就多吃了几目棋，那我在外面呢包住也可以，或者说比如说像这样这个拖也可以考虑的啊。
你如果挖毡啊，那我这样呢，哎，就把这个都连回来，是吧？都可以跑回来，那或者单这样呢，以后再退回来啊，或者单搬也行啊，这样呢，这脚呢也破的差不多了。如果你搬这个啊，那么呢，我呢就粘上。你补助啊，或者说是补成这样，那么由于这个里面黑棋的气呢也很长啊，也很长，这样的话在一段啊，这个借用呢也还是非常的多，白棋啊时刻要小心啊。但普通来说呢，黑棋啊可能这边就有个子直接长呢就是先手了，那白棋在某些情况下呢他也会选择啊点完以后啊，刚才我们说了打劫呢是有点这个累啊，所以说他会选择呢点完了以后呢虎柱啊，点完了以后虎柱让你啊搬，那么我立啊，你单纯的是活不了啊，那么呢黑棋呢只有靠这个一路搬啊，靠一路搬跟外面接应，那么白棋呢就老老实实应一个啊，注意不要随手去打啊，随手去打是熟手，那么白棋应一个，黑棋立啊，这样呢白棋呢可以暂时不走啊，因为以后如果根据情况需要呢可以啊这个挤在这里啊，挤在这里还是保留呢有打劫的可能性啊，可能性，当然这个打劫需要注意啊，因为如果你扑进去被人家提，一旦一打输了以后自己外面啊会产生一个断点，当然白棋呢也可以考虑不打啊，因为毕竟呢这个黑棋一路搬和白棋跳啊，这个黑棋呢损失呢还是挺大的啊，损失呢还是挺大的，这个情况呢白棋呢可以根据这个全局的情况啊去看看情去选择，当然如果说比如说这样黑棋有个子的话，那么白棋这样的选择呢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有个子我点完小尖是吧搬啊，那么白棋呢就不要这样啊，这样就挺好了，哎是吧，这样呢由于这个子反而变成了一个呢什么负担啊，你搬的时候我脚上也不用打劫了啊，就比如说打吃了虎柱啊，哎你立呢虽然你破了我的脚，但是呢你这个外面损失呢也是非常的大啊，非常大，这样呢白棋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就是说点完再虎啊，一般来说呢比这个单虎啊，这样单虎黑棋虎柱呢要好一些啊，好一些，当然呢这是白棋的应对方法，不过黑棋的这个点完小尖啊可以说呢还是成立的，还是成立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说了，那么点的时候啊，你挡这个黑棋有拖和小尖啊的下法，那么白棋说我不挡在这边，我从这边来杀你呢，哎，当然是小尖了，我从这边来杀你啊，杀你，这个呢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好办啊，好办，大家呢就记住一个简单的招法，黑棋就是拖，还是拖啊，这样呢依然呢能够在脚上获得呢一些这个目数的便宜啊，不目数的便宜啊，白棋呢就只有里面搬啊，里面搬，那么黑棋退，这样呢黑棋呢已经所得啊可以说是比较多了，接下来由于还有断啊，有这个断的手段啊，甚至来说可以先尖一下再断，这个呢还是个先手，这个让白棋啊还是很难受，所以白棋大致上呢还要补一手，那么黑棋再走回来啊，这个先手拖一下，这个黑白棋的这个脚上的目数啊
可以说呢是大幅度的缩水，啊，这个黑棋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变化啊，非常成功的变化。拖的时候呢，白棋不能外扳啊，不能外扳。外扳的话呢，那么黑棋就简单一退啊，简单一退。白棋粘呢，黑棋这一挡啊，这个棋白棋就是说，没有办法去杀黑棋啊，这个黑棋的眼位明显很大啊。由于这个几是先手是吧？几是先手，这个贴呢，等于还是个先手，这个活棋的空间呢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所以说呢，这个白棋外面扳的是不行，如果这样被黑棋活了呢，活的是太大了啊，等于是呢。说呢只能从里面扳啊，里面扳呢形成这样一个变化，不过呢肯定是黑棋呢还是可以满意的，所以这个小尖呢一般来说呢还是不太好，不太好啊。当然更有甚者的话，如果说这里还有个子的话，黑棋在这局部啊它可能还有更凶的啊，它就不见得是拖这个了啊，当然拖了你扳我退也是可以的，甚至于来说呢，他还有可能选择更狠的飞啊，因为有这个子接应的话呢，这样白棋啊会更加的这个头疼啊，头疼就是。那你当然要挡住啊，你要再退让，那这个是吧？目数又大幅度缩水了啊，缩水。那你要挡住的话呢，就是这样。黑棋呢可以冲啊，明显留下了一个断点啊，直接断也行啊，或者说是先不着急，先挡一个啊，脚上长气啊，现在脚上长气，这样呢这个白棋啊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麻烦，因为这里有个断点啊，这里挤还是先手，这个你要想杀干净它呢还得这样。这样可能是最好的杀法，但是呢这个气啊是实在呢是有一点长啊，有一点长，这个而且这个毛病都很明显了，这一段几乎来说就是说白棋啊崩溃啊，白棋崩溃。所以说如果这里有子的话，这个飞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这个严厉啊，白棋这个更不好这个处理啊，白棋更不好处理。所以说啊，一般来说呢黑棋点这个的时候啊，我们看出呢白棋这个小尖啊虽然看上去挺凶，但是呢实际上呢并呢不是太好啊，并不是太好。所以这个白棋的正确的下法啊还是挡住啊，挡住。那么黑棋呢根据情况选择拖啊，或者说呢是小尖啊，小尖。那么这个呢应该来说是这个局部比较双方正确的这个下法啊。这个正确的下法是白棋挡啊，黑棋扳，白棋点啊，黑棋粘，白棋虎啊，黑棋扳完以后扳。这个呢是双方啊应该来说是正确的，可以这个接受下法，接下来就根据周边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角啊我们看到呢虽然啊我们平时感觉上是很坚实很小，但是呢里面黑棋进去破空的话呢还是有许多有趣的啊这个变化，希望呢大家能记住。好的，本期的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